中国我所采取方巡逻中国，巡逻中国楼在何方？三千年的骑楼长头，弯刀插楼，坎坎坷坷，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持续徘徊，前路茫茫，不知朝什么方向行走，是个劈山开路，是个走墙封斗，是个挖火引流，是个石流回头。万里长城与京杭大运河，既是巡楼也是防斗的结果。血楼刀场，中国的一切为了刀楼展开，是个秩序正沿着正确刀楼昂首阔步向前，是个惊恐回首，原来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莽撞，越走越远，万丈深渊就在脚下，几斗国破家亡，失魂坠落，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人的指路引领。西游记的现实隐喻，巡逻大唐西天取经，不过一场神妖斗法，大斗胡闹。敢问路在何方？在有路的时代，仍然坚信路是能走出来的。全心血走老路，多么愚莽无知！如果不是另有梦的起头，巡逻中国，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民工队伍。男男女女背起行囊，背井离乡，从城楼出发，踏上乡道、省道、国道，去向城市工厂、工地、矿场、饭店与洗脚，从前的罗马店与妓院、青楼，一生在路上讨生活，为楼而活，为楼而死，只有极少人走上了一条发家致富与自救之路，绝大多数人只能温室自保，最后陷于穷途末路。多少血泪腥膻的故事，一辈子白忙活。事实上，十几亿人的国家，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，似乎要沿着一条古道走到黑，永远看不到光明前途。统治阶级都是黑道人物，巡逻中国的人们，也许逃离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道路。